，Twins 官方频道近日上传了成员看知晓 solo 初级的新曲 MV 反应，超可爱的互动引发粉丝关注。知晓在 MV 中的台词“你到了吗？我正在看电视”这段台词被成员们亏到不行啊！丁彦听到后当场笑出声，直接模仿 MV 知晓的表情和对嘴台词。那莲则笑称：“这个我可能到死之前都会记得。”让知晓惊讶问：“这种程度吗？”那莲更直说：“以后我每次看电视时都会打电话给知晓。”成员们有反应的地方不止如此，知晓在 MV 中和男生牵手被捧脸颊时，三男和多贤反应都超大，全员们超真实的互动，让人不禁表示，果然是真有情无物啊！